老板，我们昨晚去逛街，好像看到你去男科医院了。你身体？瞎扯！我昨晚7点前在家网购。真的？看了半天8厘米无痕增高鞋垫，还有夏日假胸肌垫片五件套。还买了30罐韭菜生蚝罐头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要看网购记录了。不对，我们好像是7点之后才去逛街的。7点我是出门了，但是我是开车去。对啊，这有导航记录。他先去了狠狠爱婚戒中心，然后去了别太狠药店。脚气反复发作。药店出来还去了趟红玫瑰足浴城，还超速。最后还去了趟寺庙。老板，你大半夜去庙里求什么？哎，那你别管，这回相信我了吧？那我又看不到你几点钟回家的，万一……我9点还回公司查了资料呢，搜索记录都还在。哦，9:02搜了，雇员工一定要给工资吗？拓展一下知识面嘛。9:32，刺猬是如何交配的？9:33，不给员工缴五险一金，最多判几年？那个，你们把垃圾倒一下。9:35，如何在监狱里升华自我？反正我没去哪个医院。那我们再看一下他浏览器记录。不用看了，我去哪个医院了？那对，难言之隐。